肌肤为了抵御紫外线会生成黑色素，所以抵御紫外线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美白的根本。紫外线与我们的肌肤接触，肌肤里的黑色素就会氧化变黑沉淀，这一过程不断反复时就会形成色素沉淀，肌肤失去光泽，出现黑斑暗沉。虽然有很多种美白方法，但如果从色素沉淀的根本原因及黑色素方面下手的话，可以更直接地保持健康透亮的肌肤，抑制在肌肤内生成黑色素的酶，或阻断形成黑色素的神经递质，是一种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方法，防止黑色素氧化，或防止已生成的黑色素向角质层移动，令其黑色素不能发挥作用，这样就可以保持亮白无瑕的皮肤。此外，定期去角质可去除肌肤表面暗沉的老废角质，促进肌肤新陈代谢，也有助于肌肤美白。